终于遇到一个不赶时间的摩友了。啊，你是150啊？150的跟我们速度也差不多。我的也是150，我是飞机150。你这是什么什么什么车来着？你这个是什么车来着？春风。嗯，我也是东西多，你看。我还有一个包包，就是背包，一个小背包。哦。哇，你这后面好漂亮。这个云海过来了。刚刚从那边过来的。嗯。在这里搭帐篷吧，我就是准备在这里搭帐篷。你有那个防水，你帐篷防水吧？是啊，那可以，防水可以。哎，因为我一直就是路上都没有碰到这个150的，碰到全部都是250、300、500。好，你好了。里面有那个。我碰到的也是什么300、400的，他们都好快呀，直接就我根本就根本上吃灰都吃不上。哇，突然一下这个雾就上来了，看不见了。今天晚上准备跟刚刚来了一个摩旅小哥，准备在这里搭帐篷。漂亮吗？哈哈，看后面漂亮吗？大家好，我是简村姑，看后面漂亮吗？美死了。好冷啊，这个海拔接近4000米，现在已经快天黑了，特别特别的冷，我已经穿上了羽绒服。仙境啊，简直就是。马大哥，我在这里上个野厕所好吗？好的。这里可以。好任性的马大哥，就要在公路中间玩，我们就不去边上，就要在公路中间玩。没死了，没死了。哦，帐篷，哇，那么大个帐篷。哦，你们就在里头做饭哦。哎，对对，这是晚的。哎，不过你们晚上不是要回去吗？哦，你是中午做，在这做饭吃。中午做，有些时候就睡在那边那个中间那个小帐篷。哦，如果很忙的时候哈。哎。哦。他这个帐篷很防水。防风防水。哇，打雷了，是不是要下雨了哟？要下雨了，你们要搭帐篷就快点吧。哦，要得。看一下它的里头。哦，啊，这里面是挺暖和的。还有柴火，你看，还有柴火。这个是他们的睡垫子。还有一个火炉，这个是一个火炉，这个烟就从上面跑出去了。这种帐篷防风防水特别好。游牧用帐篷，搭帐篷，哎呦喂，搭帐篷可以搭在这里，这里稍微平一点点。这边就是雪山，哇，太赞了，简直，今天简直是美好的一天呀。我的温度表6度差不多，好冷啊，好冷啊，一下全部都是雾来了。外面下雨了。哦，现在在这个卖牛肉串的小哥的帐篷里。哎呀，好暖和！今晚在藏族小哥家的帐篷里蹭饭吃。这个是腊肉啊！哦，你们这边，哎，这边也做腊肉啊？对呀。哦，我一直以为高原上面就不做腊肉。要做。这也是那个藏香猪嘛？对。看着好爽，很大的那种帐篷，就是哦，这个就比较刚才烤的那个就行了，哦，这个就比较嫩，哦。这里好暖和，这里有这个炉子。我家那边离手率特别高。其实你对个人，我们两口子的话，你对我差一点无所谓。嗯，你只要不给我戴绿帽，其他的你懒一点都无所谓，我可以把你养活。那这些都无所谓，
你对对爸妈不孝敬的话，就两个字滚蛋，就这样。啊，我们这就，所以说我们这的老人就活得反正活得特别的自在，反正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就每天转一下经筒，念念经啊，就看一下风景，啥都不用做。因为我个人觉得吧，一个人不需要多大本事，你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够了，而且对老婆孩子负个责，一家人高高兴兴的，这就是一个男子汉做出的，对吧？你不需要发财，不需要开什么路虎之类的，你路虎到得了康定，我摩托车一样到得了康定，对吧？你反过来想的话，你不需要那个太那个什么，你们说的那个物质吧，我们以前是跑货车的，拉水泥的，到成都、峨眉之类的，到处都跑吧，跑出去了，喝杯凉水都是要钱。我说实话，到我们这些地方的话，喝杯凉水，喝杯酥油茶，吃一顿饭，不成问题啊，不要钱啊。大家交个朋友，对吧？对对对对，人与人之间，你今天遇到我，我遇到你，也是一种缘分，对吧？是是是，一辈子交个朋友之类的。哦，出去就不是那么回事，我觉得。大白菜炖腊肉，炒腊肉已经很好了，非常非常。不是白菜，是包菜。包菜、你这边叫包菜，我们那边叫大头菜。大头菜。我们也叫包菜。这边叫包菜，包心菜。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名字，叫莲花白。对。莲花白啊，也是这个吗？对吧？你们那儿叫吗？对。啊，这个我还没听过。我们是一样的。莲花白包菜。哦。这个腊肉很不错，你们也放牧吗？放牧，这家里都是有牦牛和羊什么的。牦牛，羊没多少，只有几十头。牦牛有多少头？牦牛有170-180头吧。那么多啊？不多了，有些有400-500头的。一头牦牛10000块钱哎。1万8块钱。不止一万吧？就差不多。11000。哇。平均的话。平均差不多就是10000多，这厉害啊。那牦牛平时都是在那个散养啊，散养，放在山上，自己找吃的，隔三差五就给它带点吃的。那个他们不跑吗？不会，我们比较喜欢交朋友。就说吧，这儿有些来旅游的，有开比亚迪的，有开路虎的，对吧？不是说是你开路虎我就要巴结你之类的，不是吧？对，在我们两个谈得来，感觉走呗。对，感觉对了。对，你认我认你，我们俩就是朋友了，对吧？对。我们就是这种。现在就是出虫草的时候嘛，现在没有了，没有了嘛，好像是前4-5月份，前两个月。现在你们自己也去挖吗？自己出。现在出虫草的话，我们还懒得摆这个烧烤。这烧烤买的人倒是挖虫草特别珍惜。一根几十块钱。对，虫草因为实在是特别值钱，而且很难找。一天能挖多少根啊？一天运气好的话就是20几根。20多根。运气不好的话就几根。还是挺累的，就一直趴在地上，趴在草。全靠视力。眼睛去看。这不是说是你力气大就挣得到。也是。全靠视力。眼睛。靠眼睛去找。全靠眼睛。它好像只露出一点点，然后你要去辨别。有最长的就只露出这么多。最短的话就半颗米那么高。有的几乎就碰到钱了就。踩着就过去了，看不见。有的就走到后面就从前上踩过去了。对对对，那个鱼是不是也是就是比较就是，比如这儿啊有，它附近就是多一点。对，它应该是有个气候，主要是有一气候和环境条件，它就周围都有繁殖。就比方说，它今年这个地方挖了40根，明年它去的话，最差也能挖10几20根吧。它知道那个地方吗？我就不知道。我就到别的山坡找，他知道那个地方，所以说那个也还是要一点那个经验和。所以你们前两个月都在挖虫草啊？对的。冬天10月份过后，11月、12月、1月到2月之间，就我们天天在家里休息嘛。
我们的皮肤也可以像你们一样那么白，天天在降温，就晒不着太阳嘛。对对对，太冷了那个时候，十月之后。两月份一过，三月要就那个冰雪也融化了，就出来挣钱了。哇靠，一出来就大太阳，就晒得特别黑。对。工作半年，然后休息半年，差不多。差不多。就准备在家里喝酒吃。像你们喝酒吃过春节也是跟那个我们都是一样是吗？一样的啊、哦，都是除夕、初一、初二。那像你们要过那个葬礼吧？不过，跟葬礼的就西藏的，西藏的对，我们这儿跟你们一样。我还有，哎，感谢。好了，等一下让我来洗碗哈。不用，我来洗。我来洗。茶都冷了。你们做饭我洗碗。不用。我洗。不用。真的我洗。不用。没有金没有银也无所谓，只要我们两个愿意的话，就靠自己的双手打扫嘛。就你们家分个几十头牛，我们家分个几十头牛，啊，就可以凑个一家了，就这么就成一家了。现在的话，还是三金还是要买的。哎，买什么？三金。三金。就是耳环、戒指、项链。就黄金的。这些啊。黄金的。对，这要买。那个多大的就不需要，就意思一下就行了，哦、就心意嘛。然后那啥呢，彩礼什么的呢？没有，压根就没这个说法啊。我们藏族没有彩礼，没有。彩礼就是男方给女方是吧？不是。比方你嫁给我，就到我们家了嘛。啊、然后你们家很富裕的话，就给你给嫁妆，就陪送、啊、不，你们家富裕嘛，啊、给我们家那个给你给嫁妆，就50头牦牛，就是不富裕的话就是10头牦牛也行。就是2匹马也行，就是不富裕的、哦、家里比较穷的话也可以，就这种的。然后我到他们家上门，也是一样的，就也是富裕的话多给点，不富裕的话就少给点。就是看经济情况。对，看经济情况。就是没有规定。哪家嫁出去的话，哪家，或者是上门女婿也好，嫁女儿也好，就是到别的他家，然后就。有的就多给点，没的就少给点就行，反正就是个心意，就这样。一般不会直接给钱什么的，一般都是压根就都是给牦牛。对，不是就牦牛也是不有些家里还是藏民还是有没有牦牛的家族。哦，也有没有牦牛。就直接那个。那给什么？给土地。哦，土地分土地。分土地，对，我们家有5亩地，我给你分个1亩送给你。是草原嘛哈。不是草原，也是属于地，我们种青稞、种包菜啊、哦、种豌豆，就是那种地。哦哦。你们两个要分家的话，然后在外面自己挣钱修一个房子，然后自己种。我家房子1000多个平方，才1000多个平方。对啊，它就才花了6-70万。我是这是几层加起来？三层。哦、三层。对，